少看到他们打到底线。或许是吧，我对爸爸没有什么憧憬，所以我不知道。而且我也不想成为王子，当王子太累了。王子是一个死缺。我只是喜鹊，我觉得。好吧，刚被裁判挡住了，所以没炸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而且听说他们这次去香港要报那个，好像要报军刀。应该香港吧，我刚听到的。反正我希望四大运卫星赛的时候，会遇到意大利的姐姐。就算遇到法国姐姐，我一样跟她讲意大利话。说不定一点用，等一下。哦，你在阿叔说，苹果就是喜欢这样搞独立。阿叔是可以用 HTC 的充电器啊？可以。我知道现在好像很多规格都统一了。出一下吧，因为总会有人在用。不过像学长一定是用 iPhone， 我在想。我是不负责任的相机，不负责任的录影。你刚好可以来练习一下，是在练习小组长。器材组，我不是竞赛组。